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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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，又一次站在这个天津春晚的舞台，好几年了，无比的高兴，无比的激动。是，那边还有我们师兄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演出都有师兄弟坐在台底下看啊，对，让我们更加的紧张。是，更加紧张，没关系，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，首先感谢我师父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舞台。哎，是的。再一个我们要感谢谁？谁呀？叫葵花儿童药。是吗？流感季节家中常备，没有人家冠名，没有这台晚会。是的，虽然我们上台就说了这个广告词，但是我们是打心里感谢人家，没有人家没有整场的晚会。没错，感谢小葵花儿童药。孙老师啊，您最近研究相声了吗？啊，就忙的弄新作品嘛。您这话问的还挺突然。研究研究别的了吗？别的都研究研究。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啊。什么词儿啊？叫做 CP 感。这都从影视剧里边流出来的。哎，大荧幕很多经典的 CP 感。我说一个影视剧，您马上就能说出里边的角色来。啊，就有 CP 感的角色。对呀。哦，您说说，咱试试啊。比如说《霸王别姬》。这 CP 感这个啊，张国荣张丰毅，张国荣张丰毅，哎，马上就能说出名字来。是是是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无间道，哎，梁朝伟刘德华，你看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大话西游，周星驰跟朱茵，哎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是是是。鼠胆英雄，佟丽娅和于谦，对吧？哎哎，你回来回来回来。哎，回来，走来挺快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不是你问 CP 感？你就说我跟佟丽娅不行吗？能死吗？啊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关注点不一样。我可不好哄。哎，这好，叫佟丽娅、岳云鹏，行了吧？不就完了吗 ？CP 感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别说影视剧啊，嗯，相声演员怎么呢？他都有这个成名作。啊，作品成名作跟他这个人也有 CP 感。是啊，我说一个成名作，您说出这个人来。表演者啊，您来试试。《夜行记》，哎，侯宝林，你可以啊，不错不错。打我干嘛？逗你玩。马三立，《西征梦》，你师傅的。《五环之歌》，蒋大为。哎哎哎哎哎！您回来，您回来，怎么老走啊你？出来溜一会儿，着急回家了。你想想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不是，您回来回来，我可不好哄着呢。干什么？啊，这，我天真的以为咱俩是最好的搭档。这不是开玩笑。上台三分钟，您撅我两回了，干什么？我撅得动吗？还撅你两回了？哎呦呦呦呦！哄我！哎呦，今天必须把我哄好了。我可不好哄。必须得让大家说磕到了，这事儿才算拉倒。你说这大过年的招他干嘛？那行，我好好哄哄去啊。嗯，岳老师，我好了。我赶上一大冤种。我哄了吗？我这大冤种，这话我哄了吗就好了。你不用哄我。哎呀！磕到了吗？磕到了！告诉你们，必须得让你们磕到。哎，好好。因为我们俩合作十几年了。是是是。但是啊，这个再好的 CP 感，再有成名作，嗯，它也没有生活中来的那么甜蜜。哦，生活中您指的什么呀？比如说你跟你爱人。哦，夫妻之间。哎，他跟他爱人，嗯，我经常磕到。真的，特别他媳妇儿特别好磕，特别好磕。不要听错了，你拿我媳妇当土地奶奶了是吧？什么特别好磕呀？特别好磕。那天我第一次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，他媳妇儿去后台接他，要下班吗？我一看，哎呦喂，你怎么了？太美了，是。当时我就磕门上了，眼珠都不带错的，特别好磕呀。啊，是是是。大家都知道孙老师啊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，
嗨，至今有人不相信，确实是。十多年前养大象的，他媳妇儿也是北京动物园的，也是、养猪的，养就是饲料室的，饲料室的。哎，对，哎，喊孙老师不喊亲爱的，那喊我什么呀？也不喊老公，那喊俗气，太俗气。哟，喊孙悦，爱称，乐乐乐。我是那猪是吧？甜蜜呀、啊。这是甜蜜吗？这个好听啊，这是开饭了，这是。你喊你媳妇什么？哎，就是微信备注你媳妇怎么备注的？讲给大家听听。备注名啊？啊，就是家里的。这老这老人的都这么说，多么动听。是，家里的。家里的。哎，你妈妈的备注是什么？生我的。你爸爸呢？养我的。你师傅呢？教我的。那我呢？已故的。什么叫已故的？不，您没听明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那个你故的。磕到了吗？磕到了。哎，跟他爱人关系特别的好啊、哦！是是是。可是再好啊，在家一家三口过日子，哦，三口我们家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。什么摩擦？跟他妈妈哟不太对付。哦，婆媳之间，婆媳之间，嗯，经常会有些吵架呀、小摩擦之类的，难免。前段时间他回到家，嗯，看到沙发两端，这边坐着他妈，那边坐着他媳妇儿，哎呦，各自运着气，哎呦。孙老师回家一瞧，这怎么了？对，这赶紧问怎么回事啊？这婆媳二位，哟，你们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他妈喊他，喊我，乐乐乐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家里就指着我过年呢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这俩都喊乐乐乐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妈喊你什么？喊我儿子就完了吧。好，乐乐乐干嘛？儿子，过来来。哎、儿子，意思、过来，把你媳妇弄出去。怎么弄出去？我不想看到她。我烦了，你媳妇也说了，嗯，乐乐乐，行了，孙悦你过来，我过来，把你妈也弄出去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想看见她，我也不想听到她，这不可调和。这个时候，孙老师很聪明，我怎么呢？往沙发中间一坐，啊，客厅马上变成两居室。我是隔断墙，我是。怎么了，妈妈？这怎么了？对，为什么呀？怎么还吵上了？有什么可吵的？孙悦，嗯，按说呀，你们年轻人啊，花点钱很正常。那怎么了？我作为老太太，我管不着。对呀、啊，但你媳妇儿厕所里跳高，她有点过分了，一下买了70多个快递啊，是不是过分了？那可能赶上你媳妇儿也接过来了。妈呀、啊，我们那不是买那么多快递，人家做活动买一发70。这什么商家呀？这是买一发70，宝贝儿，买一发70，这太多了。您倒好，嗯，买一拼图发了70多份，拆得我肩周炎都犯了，孩子，肩周炎都犯了。老太太真勤快。你媳妇也说了，好，妈，这事算我错了，好不好？还算我错了，但您的事儿也办的也不合适吧？我老太太有什么事儿不合适？孙悦，你过来，我得跟你说了，说说，你妈怎么了？恋爱了？这无可厚非啊，因为我父亲故去好些年，老太太、你妈恋爱，按说啊，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，你爸、你爸死去好些年了，是是是。谈恋爱很正常，做儿女的应该支持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相中了楼下卖冰棍的，拿我当古三儿了是吧？啊？怎么卖冰棍儿的呢？孙老师，作为捧哏的，有的包袱你不翻就算了，这比那拍一发七十响。喜欢卖冰棍的怎么着？古三像话吗？卖冰棍的怎么了？那古三他妈才喜欢卖冰棍的呢，真行了这个。不是卖冰棍的，卖冰棍的怎么了？不很正常吗？但是你妈嘿啊，让人家卖冰棍的大爷怎么呢？更名改姓。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？人家家里人不愿意了，堵咱们家门口骂街啊！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妈只给人鞠躬，鞠了70多个躬啊！哇、哦！你妈说我那是鞠躬吗？那是我拆快递呢。哎，响了响了。你看，就伏笔，这叫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哎，这儿响了，我的妈哟、
您甭这甭这，我就问一句吧，凭什么让人家搞对象的改跟我们改姓？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改什么姓了？你也接过来了啊？妈，这是您的不对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还让冰棍大爷更名改姓啊？凭什么跟我姓？就这不合适吧？对、啊，非得让人改姓孙，不合适啊？不合适啊，孩子。嗯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妈妈得跟你说实话。什么意思？妈妈啊，怎么了？犯过什么错儿？这是？妈妈身上啊，身上怎么了？有关于你爸的纹身。不是什么时候纹的身呢？这俩人，你甭管什么时候纹的身，到时候我跟你冰棍大爷过日子。哎呀，我这写着呢，孙红雷，我爱你，不合适啊！您等会儿，不合适、啊。您等会儿，我爸爸是孙红雷，不是雷，不是那个雷，他是雷同的雷，不一样吗？这不哪？怎么这孙红雷呀？蕾丝边那个雷，蕾丝边，巧了，就叫孙红雷。哦。妈，您什么时候纹的身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对，你这啊，什么纹身？您怎么还纹身呢？这么大岁数不行，还让人家冰棍大爷改，哎呀，知道了，不合适。怎么了？孙悦，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？任何人嘲笑我都没关系。嗯，你不能嘲笑我，我身上纹身纹你爸爸，那是我们轰轰烈烈的爱。哎呀，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情啊。嗯，你干什么？你还笑话我？呸，滚！我妈够冲的。嘤嘤嘤，回屋哭去了。我妈还嘤嘤嘤呢，老萝莉这是，老萝莉都出来了，还嘤嘤嘤。你妈回屋哭去了，哭去吧。再看你媳妇，你得哄你媳妇啊。先哄这个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你也别着急了啊。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，嗯。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什么问题？人家冰棍大爷既然敢跟孩子说这个事儿，说明什么？怎么？说明他心里有咱妈。老头上心了，这是一个小细节。哎呦，哎，我们应该祝福他。嗯，孙悦，是我作为儿女应该祝福，应该支持。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房子让给你妈和这个冰棍大爷过日子。我们俩去动物园边上租房子住吧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住动物园不好，我们住动物园宿舍也行啊。我这没事，你去哄你妈啊、哎，回头让你妈把那个纹身洗了，好吧？你看看，哄老太太吧。推门一瞧，你妈趴在床上俩腿一蹬，咣。我妈缺氧了，这是。说着话，你妈坐起来了。嗯，是这么回事，孩子。您说说，十年前我跟你爸我们出国旅游，10年前、哎、我们路过一个纹身店。哦，我们俩一对视，怎么样？我跟你爸多么有默契啊！啊，我们俩决定疯狂一把。哎呦，进了纹身店，他纹的是我的名字，我纹的是他的名字。那后缀，后缀都是我爱你。你看看这俩人。哦，出国纹的，纹哪儿了？纹哪儿了？问问。你好奇这个干什么？你都说到这儿了，你怕这个？怎么了？啊！妈，这么大岁数咱不至于啊！我妈知道就走这一步。纹哪儿了？您说说纹哪儿了？纹在了。不笑话您。纹在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哦，纹在这个胸口这边。不是。那纹哪儿了？左边胳肢窝。这地方是爱发炎。那也不合适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万一让人看见，跟你妈正聊着呢，啊，外边有人敲门。谁呀？冰棍大爷进来了。老头来了。你媳妇赶紧出门迎接啊！哟，大爷您怎么来了？你看还带着东西。是，孩子，我确实拿了冰棍，但是我一会儿要卖。人家要出摊儿的是，不是送礼来了。您来这是有什么事儿吗，大爷？你说说吧。嗨，我来找你妈啊！我们孩子上你这儿闹事了。哟，老李你出来了。你跟你妈这会儿正出来了。谁？老李。哦，我妈姓李。对，你妈叫老李。老李，哎呀，你出来了！那什么，孩子刚才上你们家闹事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赔礼道歉。我向您赔礼道歉。嗯，孩子们别怪我啊，别怪我。好，我确实想跟你妈好好过日子。俩人确实，这个事儿估计你们也听说了。嗯，行吧。怎么着？我认了啊，老李，我认了，认了。我改姓孙，但是孩子们不许那么喊我，我也觉得丢人，我60好几了，我也觉得丢人，好不好？付出了可啊？这说了、哎，你赶紧把这话接过来呀、啊！我可不能。哟，大爷，对。不行，对，这事儿我听明白了，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嗯，我有一个主意，大爷，看您愿意不愿意啊？什么主意啊？我妈身上有纹身，您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我知道，她跟我说了。嗯，这样，您呢？您也既然想得到我妈，您也得付出点什么。怎么付出啊？妈，您身上纹的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我纹的是孙红雷，我爱你。啊，大爷，您也纹一个。纹什么呀？孙红雷，对不起。我去你的吧。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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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太开心了，高兴啊，干别的也不是材料啊，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，就会这个，尤其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这么些年了，那倒是，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关系好，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的啊，好多人还问我了啊，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？是，各位，嗯，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，都不易啊，难不要紧的，嗯，想办法攻克，那倒是，老话说得好吗？怎么说的呀？世上无难事，哎，只怕有难事。全是难事儿啊，不是怎么说来着，只怕有心人，只怕有心人，对，你心里得有啊，啊，我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事儿成不了，成不了我不干了，嗯，永远不会成功，知难而退不行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儿哥对我的帮助，您可太捧我了，你看不敢当，相声怎么能说好，您说说，第一，嗯，继承传统，对，第二，嗯，开拓创新，这两点最重要，很重要，嗯，很重要，对，有人说说你这从哪儿学的这两句话呀，是打于老这儿学来的，从我这儿学的，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，怎么叫俩极端呢，第一他最传统，啊，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业，第二他最创新，哦，我还有那精神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说，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，啊，种花儿，是，种菜，对，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，对，养个什么大公鸡，嗯，弄个小兔子，我就喜欢这个。你像这个玩意儿，嗯，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，他们不爱，他愿意，我喜欢，拿个铁锹啊，拿个锄头，捧个地，是最爱这个，这生活好，很传统，嗯，但是，嗯，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啊？手机出新的了啊，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啊，这我都能接受，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，我喜欢吗，正忙活呢，嗯，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，哦，孩子跑过来喊他，他儿子喊他 啊干爹啊，现在啊，你先等又出新手机了，你先别说事儿了，啊，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，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，重要，特别重要，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，啊，知道吗，我说大喘气也不能说这么清楚了，您这我给你出一毒药啊，啊，你儿子得喝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，抗病毒防流感，病毒退，我发现这句话说完之后啊，啊啊，这帮鼓掌的多啊，说明他们就是那个厂子的人啊，啊，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，哦，啊，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，是，哎，拿着手机，嗯，又出了新手机了，哦，有个新款，就这一句话，于老师能美的不行不行的，哦，我就爱这个，就爱这个，是是是，太兴奋了，哦，把牛推开，自个儿耕了二亩地，嗯，哎，对，跟那手机没关系，那个回来玩的手机啊，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就是个废物。您不演我怎么叨叨我也弄不明白，人家于老师，哎呀呵，我这行怎么来怎么去，是，哎，我不佩服都不行啊，您也佩服我，就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，嗯，心服口服，哦，都佩服我，那是，还给您起外号了，我叫什么，说于老师，不想那叫怎么说啊，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它算一个创新之窗，哎呦，这就评价够高的呀，嗯，这个，嗯嗯嗯，哦，智能产品创新之窗，不，这个名字太长了，您就叫于智创，于智创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个赞美，这是个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这得上医院，这个，不是，那这词儿太多了啊，于能创，于能创。我不能创，我一创就死了。创新使用者，于能者，好吧？我能者，能者嘞，好吧？哎，嗨，这不是好词儿，反正就这意思吧，是吧？啊，大伙儿能明白啊？嗯，就这类好东西是给我就算浪费。您不懂，非得给谦儿哥呀？我能摆弄这个呀？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，嗯，物尽其用，我都能玩转了他们。于老师一回家。是，首先面对的啊，智能窗帘，
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，高科技的窗帘。哎，他进入家庭了。于老师往屋里一坐，嗯，皮鞋脱在门口。哦，进来往这儿是一脱袜子，是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，是你看这窗帘，嗯，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。您的隐私，我不让人看脚。嘿，嗯。这玩意儿多智能哦，脱一只袜子啊，店门在这儿呢，嗯，帘就关上啊，就不让看。于老师，哎，脱袜子，脱裤子，脱衣服，嗯，得洗个澡啊，那是热呀，把衣服哎都脱了。是，你看这帘，哎，开开了。哎，好，我就不让看脚，别的都可以是吗？不是不是啊，这就是智能啊，智能 啊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。这帘儿一打开，打开怎么样？灯就亮了，那不还更清楚了吗？看看，你面前是玻璃，可不是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吗？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，一面是镜子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这玻璃也是高科技。哎，一面是镜子，一面是玻璃，那就对了。哎哎，于老师冲镜子，啊，挤这粉刺是。镜子在里头啊，不是这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？我这闹不清楚，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说意思，智能时代嘛，啊，那得反过来，哎，高科技，高科技，哎，是是，洗澡啊，那就洗，哎，洗澡，高高兴兴的，嗯，躺下睡觉，啊，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，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啊？哎，枕头说，哟，于老师来了，准备，哎，睡觉，对，于老师躺好了，哎，如果马上睡了，是。就没事儿，哦，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，失眠，枕头有思维，他会，哎，于老师没睡着，他这么想的，给他来一点点音乐催眠呢，让他踏踏实实的睡。他什么音乐呢？不丁点声音啊，很微妙啊。好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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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，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，这个。循环了一万多遍，哎呦，甭睡了，送早点的就来了。好，想一宿，哎，智能早点啊，这早点就别智能了，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啊，就运用这个。于老师起床，哎呀，身体不舒服，难受了，难受啊，啊 啊, 啊，上医院看病去，看病，哎，上医院看病，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啊，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？哎呀，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，这全自动机器人。啊，就不用真人。第六，于老师先换衣裳，啊，换手术服，那倒得换。哎，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！是是是，换衣服嘛，全脱了啊！嗯，哎，拿这个手术服是，换，就这么一抖了，怎么样？哎，这是帘就开了。我啊，我在家就换手术服了，换好了好出去啊！啊，哎，出去开车奔医院。哦，躺好了，于老师躺下了，手术吗？机器人就来了啊！哦，哎，机器人啊，这机器人呢，就是仿真，跟人是一样，哦，就跟真人一样，哎，也烫着个头啊，就跟真我一样的，叼着个烟卷啊，啊，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。好，他是个干不干了？他打算让您踏踏实实，别害怕。哦，您躺好了，机器人一伸手，咵，这是这就一把手术刀啊，做手术嘛，咵，这个两把手术刀，好家伙，全是刀，看准于老师，哦，打。啊，行了，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？做馅儿呢？有手术做手术，没手术呢，在医院食堂弄馅儿。好，他还应一厨子，一会儿功夫，夸，切下来了。切什么了？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，单肾切下来了。哎，拿一盘子送走。哦，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。哎，我没病，我上医院卖肾去了，合着高兴啊？不啊，能不痛快吗？是吧？哎，对，对呀。还疼呢，那玩意儿有钱了啊，40万，有钱高兴，那有钱高当然高兴，发自肺腑的痛快哦，享受享受，哦，这还享受，家里边全换智能的，哦，还有不是智能的，门锁换智能的，门锁怎么智能？好，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，差一丁点儿你也进不去，怎么叫差一丁点儿？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，哦，非常严谨。哎，于老师到家门口，哎，哎，是看这锁不开。我到了怎么不开？你看他有这电子的，整个扫射一扫射又坏了啊，这人短一肾不让进。哎呵，
这扫描的还挺严格，这玩意儿。往前来吧，我啊，对，我大锁是我。告诉他，锁看看不对啊，怎么着？脸上有粉刺，上火了。脸上粉刺啊，嗯，眼睛贴着，眼睛贴着。哦，红眼病，不能进啊。是，哎，一张嘴，牙上有韭菜，哎。拿手摁指纹，手爆皮儿进不去。我都这样，我就别出去了。我都，缺一肾，牙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，我干嘛去出去？这智能家庭啊，等着吧，万一一会儿那个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，就能给您开门了。我指着扫地机器人，大家机器人扫地的，啊，屋里各屋扫，现在都很正常。不光扫，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。他怎么处理啊？这高科技是吗？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。哦，人家这没有，直接弄出来，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，还咔啦咔啦咔啦。这医院这就串我们家来了，这个都一个厂子出的。哦，也这样，全剁碎，哎，垃圾剁碎了，剁碎了，剁碎一回头，哟呵，嗯，门口有双大皮鞋，是我刚脱的，我去看看，于老师的。对呀，自己家主人的皮鞋，哎，不能动，他认得出来。哟，这儿还一双皮鞋，嗯，不认识啊，踏踏踏踏，懂了，给我报仇了。你看这，嗯，这就高科技，什么高科技呀，啊，这？哎，于老师高兴了啊！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，哦，还要享受。人家都有按摩椅，我们家没有。是，来按摩椅躺那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多舒服，是不是啊？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，好，要买一按摩椅，买去吧。一进商店看见我了。德刚，你干嘛去？是啊，哟，谦儿哥，啊，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。哦，你呢？啊，我买双皮鞋。嗯，我这鞋啊，你去，什么玩意儿？皮鞋坏了，别胡说吧，咱给坐坏了。哪儿啊？于老师买一按摩椅啊，哎，按摩椅回家一躺，哎，按摩按摩椅，找找他各个穴位，是找找，哦，护肝呐，啊，护肾呐，啊，护这护那个，哎，是五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，起来。干嘛？没法护肾，没有肾。哎嗨，对，我肾都卖了嘛。哎，于老师看这按摩椅，你看，嗯，这40万花的啊。嗯，我拿肾换一按摩椅，结果还按摩不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瞧这事儿闹的都不重要，这俩钱花的，重要的是高科技呀。啊，我利用这高科技，要真到那会儿，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。就我这位置，捧哏也智能的了。对，我就可以不用你了。这怎么智能啊？你看，要到那会儿啊，啊，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，跟我一样的，给我捧哏。哦，那我省心省多了，是吗？我连司机都辞了。怎么呢？你看，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。嚯，哦，于老师，咱们走。干嘛？于老师往地一趴。嗯，哎，我骑上去，我们俩奔西藏。您这比自个儿走着去还累呢，这个。高兴啊，我倒是不累，这个，挣了钱不用俩人分，我一个人全是我的。对，我也不用这个，啊，顶多买一回机器人啊。不要到那样的话，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啊，各位都智能了了，咱俩一上场一鞠躬，嗯，观众都是智能的。哦，观众也鼓掌，是吗？哎，他们都这样啊，啊，我全带着刀呢。他们要这样，我就不说相声，扭头就跑啊。为什么呀？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？哎，这老有这个。再来一个吗？来一个就来一个吧啊，还挺热啊。那个跟谦儿哥在一块说相声，我是很开心的，都高兴。有的时候难免有些个话冒犯到他老人家，您没有没有，好极了。我们这行有句话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为什么谦儿哥说的这么好？怎么着？师傅就好。我师傅石富宽先生，石先生啊，哎，跟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，当时人家是一对儿，是现在我们哥俩在一块儿说相声，这多好啊！我是真的很感慨，怎么呢？啊，要是没有谦儿哥啊，我这艺术水平根本都提不。您是过奖，过奖，哎。你看，你看，人家很疼人，啊，疼人那倒应该的，特别疼人，是吧？我台上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。有的那个话也未必是台词上有的啊，没准谱。我哎呦，想起来我说了啊，这句话不等掉地下啊，于老准接上啊，这就脑子嘛。我这么说，就这盘子无论扔哪儿，他都能给你叼回来。
感慨，是感慨，我怎么变成狗了我？瞎说，我这我接盘子去了。经理，真拿我当亲兄弟，关系好吗？真的，你举个小例子啊，我们在后台，人家准备水果，是老师们吃吧，啊，他一定站起来，德刚先吃，啊，这让谦让，不哥哥，你快快吃吧，回来，啊，你吃第一口，我吃第二口，哎，那是，你说人，咱心里热乎乎的啊，不哥哥您先吃，您先吃，喝你看，这都快急了，是啊，吃呗，我吃一口，他来一口，哦，我来一口，他再来一口，你看我们吃的什么水果，甘蔗，甘。我不吃不吃吧，我这个您都吃了。他说挺好，就是咽的时候疼。哎，这我还咽呢，我真疼我呀！啊，他疼我，我也疼他呀，这互相的吗？尤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，我有时候特别在意他。是啊，吃的合适不合适，关心我啊。喝那水凉了热了的，别闹肚子啊。是是是。还有时候，我同大伙我说您别不乐意啊。啊，没事，您说。玩心太大。哎，我就好我这，我老劝他，我这岁数差不多了。是啊，你看那些日子，我要去学游泳。是，我说你别学游泳。真的，咱这岁数犯不上。游泳不学？哎，你看咱们这儿那个孙越、孙胖子还游泳呢。啊，他也锻炼吗？我说你能跟他比？他300来斤啊。啊，他浮力大呀。他掉里边他也沉不下去啊。啊，他这个孙越在游泳池，大伙儿都很尊重他。是吗？孙越，您各位都知道哈。啊。我们那儿说相声那胖子。孙越真300来斤，是穿一小裤衩光一膀子，在游泳池没人不看他的，那多招眼呢。那可不好，站住了，有时还给大伙摆个 pose， 是吗？光着膀子原地夸转仨圈，嚯，就跟那土耳其烤肉似的。嗨，啊，这什么形容词啊？这找胖子去了，我要学游泳啊，我跟他学。那个也没脑子，非得教。他教我，倒是学会了。那就好嘛，孙胖子还挺高兴。送你一条游泳裤衩去吧。你瞧多好啊！他说完了，我心到嗓子眼了。您怎么着？50来岁人刚学的，万一我好点怎么办？哦，怕我淹着。我就在游泳池那边上，我看着他，盯着我。有个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好拉他去。嗯。谦儿哥真行。我穿孙胖子那大裤衩下水游。裤衩那玩意儿，他肥呀。那是不合适啊，那玩意儿。孙胖子那大裤衩绣上花就是桌围子。好家伙，他把他那裤衩给我了。于老一下水，夸这水他劲儿最大，有风。裤衩就没了，秃噜下来了。于老愣了，当时就站住了。啊，下去摸去。他下去摸去。啊，把我吓坏。您呢？坏啊！这哎不行，是我赶紧我就下去。您我就来了一下，你给我上来。哎行，别拉了别拉了。他不上来啊，你不上来哪哪行去，我愣拽啊，就给他拽上来了。站在岸上反正多少有点尴尬。那是您连脸都拉上来了就尴尬了。我说这个意思是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啊就好。真的啊，对谁都那么好。是演出完了，于老师打后台一出门，后台门口过了一大个儿，哦，大小伙子抡圆了，这给一嘴巴打我。又过了一个，哇哟，踢他。是来7-8个人把于老摁那儿，叮咣五四一顿打。这干什么呀？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不骂人，哦，就很文明，不翻脸，不急。这帮人打完了给于老师搀起来，哦啊，拿手一指，嗯，你看那儿有一摄像机，我们做节目呢。啊，于老师也高兴，嗯，做节目呢，我就完事儿了。完了，我这儿也太傻了，我这个这个人善良啊，就这么善良啊，善良啊，这叫傻。这个跟外人如此，跟我们更是如此。那跟自己人更不翻脸。我们哥俩这些年来就有一回不愉快，啊，也闹过别扭。看足球啊，世界杯，我们哥俩。前买着各种小吃啊，连饮料带啤酒，我们俩跟真事似的看，得喝着看。看到最后，我很感慨，怎么呢？我说怎么姚明还不上场？哎，您就多余看，他乐我，笑话我。那当然，你呀，我就多余叫你来，没错。那不郎平吗？谁哪儿啊？我也就别看了，你，我气的啊！我说我去你的，哎，打上了，我给他一下。你这打挨的，他也急了，是吗？你这个岁数挨我一下，他能痛快吗？得翻脸了，站起来，这一脸就打我拳头上了。
我找打去了我。回家之后我想来想去是我的不对。那当然了，老话说得好，是冲动是蘑菇啊，是蘑菇啊。那话什么？冲动是魔鬼。明天早晨我一定去道歉。应该道歉。早晨一开门，是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呢。我在你们家门口跪着。兄弟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把我感动的眼泪，哎呦，哥，滚！哎去。我就是欠打，我们就是别的这种交情啊、嗯，您找去没有？那是没有，哪有我这么欠的呀？我这捧着您，怎么这样、啊？是您说这意思？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。得嘞，谢谢您吧。咱哥俩好好的说相声，好，有您在啊，我还能进步。啊、您过去太客气了。不是，我跟您没法比。您瞧怎么说？我跟您比，我跟您说，啊、我就是嗯、啊，那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您说说，王先生碰见汪先生，这是我差三点。还差三点，您不能这么说话。您要这么说，我要跟您比啊，嗯，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了。那这是差四点，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，真是差五点。我要跟您比，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。那是，这不知道差多少点了。我要跟您比啊，啊，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，熊先生带着俩人的太太，嗯，还带着俩孩子，一个长雀斑，一个出疹子啊，一个吃芝麻烧饼，一个包着石榴，嗯，后边跟着一条斑点狗，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。好家伙，这咱就甭比这个了，比不了了。我拿您是当老师看待，您太客气了。有不明白的，我得向您请教。谈不到，今天是个好机会。怎么呢？我要跟您请教问题了。您有事儿您就说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憋了很久了。是吗？真。您说说。这个问题在中国相声界150来年吧，几乎近60-70年没有人敢提。哎呦。那我也未见能答得出来，咱们探讨好不好？哎，就这个态度啊！啊，你要不知道说不知道，那肯定是。您可别强求啊！那是，您各位也算上，您都是听相声的老主顾了 啊！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度很大，很深奥嘛。啊、是，您说吧。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哦，哎呀，这这么大啊，这么大个，绿不筋的啊，哦，一张嘴呱呱，这是个什么？就这个呀。这个问题，你看这些年没有人提这个问题，什么是没有人提这问题，都臭了街了。您这个什么叫臭了街了？废话，这么大一个绿的，呱呱啊，一张嘴呱呱叫。对对对对，这谁不知道？小孩都知道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蛤蟆呀，这叫蛤蟆。对呀、啊，问题可来了。哦，刚才那不是。对了，看着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您说说，你也想不到我会说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好极了啊！来来来，蛤蟆，对蛤蟆，这么点小玩意儿，是为什么叫起来声音那么大？这个问题，中国相声界现在没人提。是不提啊？他们都说过去了，这个、啊、是啊，多新鲜！您解释一下，这个好解释。嗯，因为这蛤蟆呀，你看它长那相啊，它嘴大啊。脖子粗哦，所以叫唤出来声就大。呵，您是高才呀、啊哎，不敢当蛤蟆啊、嗯，嘴儿大，对，肚大，哎，脖子憨，哎，叫出声音来就大，没错。照您这么说，万物是一理啊，万物是一理，只要是嘴大、脖子粗、肚子大的，叫唤出来声都大。我们家那马桶，嘴儿大，肚子大，脖子粗。他可一回都没叫过，多新鲜呢！嗯，那你叫你还敢蹲那儿吗？你说的呀，不是马桶，它当然不能叫唤。它为什么不叫呢？你马桶它里边不是有水吗？有水的它就不能叫。哦，有水的就不叫。对，有水不响，可不是吗？那水壶呢？对吧？水壶，这一开了，叫啊，它当然能叫。水壶，您想，它不是坐在那炉子上，它有火，它不就叫了吗？在炉子上就叫。对呀、啊，烤白薯，白薯搁炉子上，哎，一熟了，这个白薯哇，没听说过白薯嗡嗡叫啊？你看看你说的吗？哎、废话，白薯它不它是地里长，它埋在土里头，它不叫啊？土里的不叫，多新鲜啊！土拨鼠，它怎么长的、啊、这东西？土拨鼠站在那儿，啊叫啊？不，土拨鼠。土拨鼠是动物，
动物就都能叫，动物就叫。对了，蝌蚪、蛤蟆、秧子，蝌蚪，蝌蚪怎么不叫呢？啊，蝌蚪个儿小啊，小啊。对了，蝌蚪长大叫什么呀？青蛙呀。啊，青蛙，青蛙它怎么能叫呢？我这又回来了。谢谢谢谢。是，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。这第三回了，哎，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，嗯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的激动。是，其实呢，在这个舞台演出啊，不好演。怎么不好演呀？有难度。您说说。有难度，大家的心态不一样，我们的心态也有变化。哦，互相都有变化。那当然了，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怎么样？等着笑我的包袱。哦，笑你的包袱。哎，哦，而师兄弟们怎么样？等着笑话我的包袱。这憋着瞧你笑话呢，那心态不一样。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。好家伙，好难啊。是难。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。哦，不光心态吧，看这意思。有变化，有变化。嗯，哎，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，觉得没事没关系。怎么呢？咱们俩最红啊。哦，咱俩最火呀。是是是，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，观众爱听，不怕有自信。是是是。第二年坏了。怎么就坏了？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。哦，火了不少人。啊，哟呵，我天都塌了，各位。哇，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？他们不能红啊，他们不能火呀。人家凭什么不能红啊？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，我看自己的播放量啊，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。可以了，你还可以吧？啊，张某雷，干嘛还张某雷呀？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？我不说。哎，这好，我不想让他再红。张某雷，记字儿啊。点击量1亿，人家多火呀！我天塌了，各位。啊，您这天太低了。我赶紧啊进粉丝群，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，您等会儿，播放量，您等会儿。咱们公司规定啊，演员不能进粉丝群。怎么了？你在乎那个？我在乎。你在乎那个？怎么？小号啊。哦，还有小号呢。你没有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哦，小号，让我媳妇把我拉进群。怎么还有你媳妇呢？我媳妇群主啊。改家庭群了，你看了吗？把我拉进群。嗯，在群里。还发语音呢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。这文字被截图，到时候一爆，咱多丢人。是是是，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？你发语音，你给我滚啊！哦、一没词儿就这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啊，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？哎呀，爱你们哟。嚯，哎，好了，蹭蹭的往上涨。好，非法竞争这叫。来，说您，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。是是是是是，接着搜。啊，接着搜，我再搜，嘿，某麒麟，这你，郭某林，郭其某，你就是少东家就完了，嗯，哎，某麒麟，嗯，播放量2亿，人家火呀，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，电视剧也好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这都受不了，各位，我的天，啊，你的天也塌了，您光天塌呀，那地不漏啊。啊，你管人地漏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这怎么光天塌？不像，你不要提漏这个词儿、啊、好吗？好好好，不要提，不要提，是是，疼着了现在。是是是，你也记这个啊？你记记口不好吗？光记字儿干嘛？到哪儿了？母麒麟，母麒麟，对对，啊，我得进群啊！啊，是啊，又进群？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哦朋友们，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？嗯，爱你们哟。是，没发现没发出去，怎么呢？把我屏蔽了。哇，你媳妇退群了，可能是。可能是，可能是。哦、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那年，嗯，我潜心研究相声。啊，努力了，努力了。嗯，大家都火，咱也得努力啊。是是是。那年天津相声春晚，嗯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记得吗？你努力了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这叫人话吗？这个啊，你努力是马克奇努力了，啊，共同努力，就是您那，就是您努完了以后，您那作品把马克奇带火了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行，说不清楚话，这玩意儿。转过年来又发现，嘿，怎么呢？又火了一大片，
是这不都火，这多底都火了，就连烧饼都火了。这就连烧饼都火了。您这话说有问题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就连呀？人烧饼凭什么不能火呀？烧饼在我眼里就是个弱智啊，他怎么能红呢？不是您这话有点损了。这怎么能红呢？你真行，你不说他什么心态？某贺堂，某什么贤，都是某啊，都火了，憋着某人家呢。微博转评赞比我多呀。那人家火，人长得好看的还，转评赞比我多，我受得了吗？我的天，又塌了，哦，天就没力气了我。你甭说他，就连我徒弟，你徒弟谁呀？刘晓婷。哎，这怎么没某字啊？你甭管，那是我徒弟。哎，这还真疼自己徒弟。刘晓婷，嗯，微博转评赞比我多，人家火，我受不了啊。哦，徒弟火都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天塌了，哎啊、我天塌了，把我另外一个徒弟、某局叫过来。你们上校局不说了，他还差点，啊、哦，也分啊，局仔，你看这个数据，嗯，你师哥转评赞比我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想活了，宝贝儿，我不想活了。嚯、哦，交代遗嘱了，师傅，小了，不、哦、跟你一模一样，这说话的劲头啊，小了，说你什么小了？伤口小的是怎么着？长上了？怎么什么就师傅就小了？心眼小了。本身你心眼都不大，听这话。心眼小了、嗯。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你想啊，他赚了钱，将来能孝敬您、嗯，对不对？哦。再说了，我师爷那么多徒弟，好几个红的，我师爷沮丧过吗？我师爷难受过吗？没有。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。对呀。这是一个师傅应该干的事儿啊。是。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！哎呀，你看人小菊说这话，你给我死去！哎，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，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？啊？什么心态呀、啊？啊？不行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，是越变越坏。不行啊，我得找找原因呢，自己。你好好找找原因吧。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？对，就你这心态红不了。我的曲线啊，各位。什么？我的曲线，您怎么还有曲线呢？啊，不是那种曲线，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。您什么？你红曲线什么样？我瞧瞧。比如说，从2010年开始啊，我是这样。哦，这平稳。1、1、2。哎呦嚯！1、3。哎呦嚯！爬坡。1、4。哎呦嚯！1、5。呦呦呦！1、6。哎呦嚯！怎么上去了啊？1、7。哎呦！1、8。嚯！1、9。哎呀呀呀！20。嚯！21。哎呀！这就埋了啊！完了，我曲线是这样的。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，能不难过吗？您这找找原因吧。赖谁呀？光分析这个没有用。赖你。怎么？哎，你先等会儿。赖你。我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跟你有特别大的关系。措辞一下还得，也怕我当时翻脸是吧？你捧哏不行。不是，您别这么说，这不怎么？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在德云社捧哏位置排第几？你说你非得问这问题？你快点，都在这坐着，好久没人笑了，你快点。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？那全排第16吧，吉利，行吧。你看，还挺谦虚。要六嘛，要顺嘛。排第16。啊。心态有问题。我16都心态有问题。哎，你捧哏差很多，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，你差很多。我怎么就？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，人家高九成。高准能说会唱，人嗓子好，怎么了？朱鹤松啊，捧哏巨匠，周九良捧得恰当。哎呦呦，郎和岩怎么样？那就算了，那个算了，像话。郎和岩跟张鹤伦啊，配合的棒棒，还棒棒，还哦。孙悦怎么了？只会养大象。你怎么你说多少年这事儿？捧哏很差呀、啊，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、啊，各位。我怎么不演啊？他都不演。我怎么不演啊？反气口你演过吗？我演过群的呀，没跟你演。为什么跟我不演？你不像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我不像啊？你迟钝也不好啊，你对不对？我特别特别喜欢朱鹤松。你嫁给他。洪阳洞你不会啊？你问我干嘛？你根本就不会。我说演洪阳洞啊，我不会，就是你。
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到他这儿没关系了，您看了吗？没关系，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。不是，什么叫不一样啊？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十六，啊，对吧？对啊。台下怎么跟我说的？我你别胡说啊！我台下说什么了？你别你人民内部矛盾啊！台下跟我说，我说他跟于谦并列第一，第二是石富宽。这是他的话。谦哥怎么这个样子？这会儿赖人家了。真是他怎么能把台上台下不一样？台上是个捧哏的，台下吃瓜群众。我怎么叫吃瓜群众？吃瓜群众，刚才我演了一个包袱啊！嗯，我演了一个包袱。你那哪有包袱？你告诉我，还舔着脸，我演了一个包袱，哪有包袱？我演了，他们都笑了。谁笑了？哪包袱？我听高九成能说会唱，朱厚熜捧哏巨匠，嗯，周九良捧得恰当，是郎和言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包袱。对，当然是包袱了。哦，三番四抖啊。哎呦呦呦，很符合逻辑啊！哎呦呵，绝大部分人都笑了，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小月，咱们不应该这么演。你这不应可乐？你应该这么演。我怎么演？高九成，你看能说会唱；朱厚熜捧哏巨匠；周九良捧得恰当，多好。何九华追求漂亮，你应该这么说。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我说，你没有吃瓜。不是，人家就这点事儿，我就替人宣传宣传。刚才这个包袱能响。但你使没使想啊，对不对？ 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，我以为能想。您说这能红吗？您让各位琢磨琢磨。但是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。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啊，怎么了？我找他，我们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厚熜？我学他干嘛呢？我们俩彻夜长谈。对呀、啊、你猜他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的撤了我一夜。废话，我也一宿没睡啊。哎，就跟我睡了似的，怎么了？你说这个嘛你？你模仿人家不行吗？我凭什么学他呀我？还有一次在郑州，我找他去了，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？我干嘛学？他呢？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。我这叫入乡随俗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我有那发量吗？我有一次在重庆，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，还憨憨。哎，杨九郎的憨憨，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，我差一点得痔疮啊，各位。你就跟现在没得似的，真行了你！太讨厌，都赖你！我就是我不学别人，我不红都赖你。你甭赖我，岳云鹏，嘿，嘿，瞧着我，嘿。瞧瞧我，我都不敢扒了你，我都。我跟你说，你甭赖我。这么着，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，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，知道吗？我是有我的不对，对不对？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。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，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，你不记得吗？我因为什么火的？你因为什么火，你不记得吗？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。你别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你有什么能力啊？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？你不记得吗？我全国人都知道，淳朴。什么淳朴、啊？要不要脸呀、啊？你就是个便宜，真行，还淳朴，不要脸，知道吗？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。你不火的原因，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。你瞧瞧吧。站台上，我现在是角儿了，我是腕儿了，哎呀，我得收一收，要脸了，不活了，知道吗？你得不要脸。刚才他说完，刚才他那一段，大家伙鼓掌了。你们也认为我应该不要脸是吗？你应该越便宜越好，便宜，要多便宜多便宜，我应该找回。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？2016年的物价。这你现在别要脸，你要脸观众就不乐，你努力，跟那个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，站台上你当你就火了，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。不用，打开心扉。不用建设，在心里一直藏着呢，是吗？对，建好了。
把我原来那个状态，台上骚骚的、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？骚骚就算了，贱贱。渐行渐远，把我渐渐那个感觉重新拿出来吗？对，大家就能乐了吗？能乐，我就能火了吗？能火，你比他们都强，知道吗？那再试试吧，您来呀，试试吧。这汤这都火了，好家伙了，好蘸你都口脸，是不是？对，您来，我好难受，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一段。您没事，坚持住，为了火，咱不能撒汤漏水。我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您来，您来，见啊，见。我见见，我要重新见见，对对，见，鞠躬，开始了，好，谢谢，又来到天津春晚的，哎呀，你看好多人，我的天，哎呦呦，好的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火不火？来来来，继续，他们都给我鼓掌，我的天哪，是，这么神奇，妈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。真好，认清自己，包真响了，对，这是包是吧？我的妈呀，大家喜欢看这个，继续，好，之前那个状态，我叫岳云鹏，哎，岳云鹏都不行了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是，他叫孙越，嘿，哇，真的能红，好。我再模仿一下，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，我转圈那个状态，你来一套，你来一套，哎呦，好，哎呀，你让各位瞧瞧，多好这个，哎啊，这样我就能红了，哎，你就能糊了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虎年吉祥。哎呀，太高兴了！是，来到了天津卫视。嗯，哎，去年就在这儿啊，咱们三个人，对，给冯兆阳上了一堂相声辅导课。哎，就在这儿教的他。哎，今天我们三个人备好了课了。哎，再个辅导你一下说相声。爷爷，再来一场。这个相声，好。爷爷，不是教我是吧？不是，什么便宜都占了。就是。我不想说相声了，啊！你要干嘛呀？我想啊，啊，直播带货，直播带货，直播带货比说相声挣得多呀！那挣钱啊？当然了，您等会儿是吗？别这么激动，是，还得改行。这事儿不简单，简单至极，是吧？我都会了，我给您来一回。哟，咱瞧瞧到底什么？现场给您带一回啊，瞧瞧吧，我们看看什么样，瞧瞧新鲜样。来，这是什么？哟，还化化妆，好多有准备的这是。人家孩子上镜手卡。哦，还有手卡呢。宝宝们，还真答应啊，灵啊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冯兆阳直播间。嗯，千山万水总是情哦，点点关注行不行？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点赞就中500万，嚯，没中奖的别遗憾。嗯，冯兆阳直播间咱转一转，小手不要停。把赞刷起来！还有音乐，宝宝们都到齐啦，太棒了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什么呢？是瓷器，瓷器，瓷器。哦，我们中国的瓷器享誉世界，是官窑、哥窑、汝窑、定窑。钧窑，五大名窑被称为五大瓷器。对，今天我们直播间就给大家带来五大瓷器，以外，知道是哪儿出的吗？哪儿产的？我国的福建。哪儿？福建。不对，福建。不对啊，福建。胡姐，谢谢你啊，我学会了。我们的瓷器含铁量高啊，可以软化水质。哎，软化，软化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
可以软化水质。哦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，嗯，给大家挖狐狸啊，挖狐狸啊，你这怎么挖？这叫发福利，对，花狐狸，没听说发福利，花狐狸发，活该，哎，怎么着怎么着，就，真行，好好说话，听我的孩子啊，给大家发福利，哎，对，对哦、其他直播间要499，嗯，咱们直播间需要吗？怎么样？不需要，哦，不要499，嗯，不要399，好，99都不要，哦，我们只要。怎么样？9块9啊！嚯，9块9啊，就拥有啊！打不坏，摔不坏呀、啊！大插钢子能穿戴呀、啊！不是，倒数五个数，上架，五、哎、四、三、不是、二、一，上架！行了，现在你不是卖瓷器吗？这什么瓷器啊？对呀、啊。搪瓷，搪瓷啊，这也叫瓷器啊，这最结实的，这叫虚假广告啊！你这样不成，我问你，问你啊，卖出去几个？一个没卖出去，那肯定卖不出去。你头了说那么热闹，归齐就卖这么一大缸子啊？这点成？虚假宣传这不可以，这不行。我跟您说，爷爷啊，其实卖不出去呀、啊。跟这虚假宣传呀没有关系，那跟什么有关系啊？现在直播带货看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流量，哦，没名气，你要有个明星大腕跟我一块直播，那卖的就多了去了。明星大腕、哦、还得有明星大腕，让我师叔孙越跟我一块直播啊，他帮忙就行，他有流量了啊，他行，他就行，行了，哦，那你啊，我明星大腕啊，明星大腕，来，那我来、啊、你试试，来，这咱就有底气了嘛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明星大腕哈，是，我卖什么呀？咱俩甭管了，我卖什么？你就听他的，听他的，来，开始，好，卖东西，宝宝们，我也说哈，啊，你也说呀，再来。宝宝们，俩宝宝了，大家好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点赞关注不能少，直播间里真热闹，明星大腕儿他来到，掌声欢迎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有幸啊，请到了著名的相声演员。孙越，我这么吓人呢？就是你一下兴奋劲儿，好像啊！啊，要账的来了，就是孙越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瘦轻松减肥糖。哦，我这叫对路。什么什么玩意儿？瘦轻松啊，减肥糖。减肥的啊，对，这玩意儿，来，对，我尽量配合你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孙越老师过去在动物园当大象，当大象，你听说养，都一样，什么啥这一样啊？那真是把工作当成家呀。对呀，大象吃啥，他吃啥，吃不了的。往家拿，把这身底子全抖得干净。选了我们的宋青松以后啊，不打针，不吃药，不走路啊，不用跳，不用柴米油盐，不用花椒大料，放在嘴里不用嚼，想瘦多少瘦多少。哦，孙老师啊啊，您服用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了？对，我有多长时间了？对，我哪知道啊。我有一个月，宝宝们呐，你们听一听，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，把我们孙越老师都瘦成什么样子了？这还瘦？亏心不亏心呢？这就是啊，这就是我似一张弓，我握不下。战死一棵松，不动不摇
坐如钟，这倒可以。走路一阵风。再见。回来！怎么了？你尊敬啊？你叫点劲。不是走路一阵风吗？这是。你跑出去行吗？跑这两步。这你，您都出镜了。我豁出去了，我就。您这步旋风都起来了。你不是你一阵风吗？我不是。行。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直播间。不忙，宝宝，我们的瘦轻松。多少钱呢？还有钱呢？不要998，哦，不要888，只要9.9啊，9.9就拥有，跟着刚子一个价，9.9就拿走。哎，伸出小手，行了，孩子，小红心，咱们走一走啊，孩子，宝宝们，哎呀，孩子，行不行？有功夫吃点儿童药去啊，治治你的邪火。小红花吗？对，多新鲜。这不是胡来吗？您这徒弟我替您清门了，不要了。什么就是想清门了？什么孩子呀？我吃过你这药吗？啊，我还瘦了我，你缺不缺德你？那虚假这知道吗？你骗人！这观众买的吃出毛病算谁的？卖出去就完了吗？你卖出去了吗？卖不出去，你这卖不出去。你这什么徒弟？你这我听了半天，好家伙，这喘了我都得。我听了半天了，你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，你得卖的跟。老百姓生活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过年了，大家都盼着啊，生活幸福，平安健康。你这，咱有健康的东西呀，爷爷。有啊，当然有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好。来，哎，我出个主意，您说，上回这俩人这不成啊？嘿，你师傅、你师叔，你们三个人合作，我想这回能卖出去。师傅，您跟我一块直播吧。对，我不干这玩意儿。我不干这什么呀，就当大象的，你这师傅，你少来这套，我不吃这个。哎，就是你这是爷爷，师傅，来吧，于谦，我都跑一圈，来吧，您徒弟，来吧，来，师傅您不能这么惯着，您来，我都下河了，您来吧，快，我来，您站这，您来，你站中间，我们俩保驾护航，这回仨人，你在这就热闹了，保驾护航。叔叔们，阿姨们，啊，那个老哥哥、老姐姐们，小弟弟、小妹妹们，宝宝们，哎呀，今天直播间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好物呢？什么的？养生鞋垫。鞋垫，不要小瞧这个鞋垫啊！这鞋，嚯，怎么样？怎么哟？栾云平治好了脑血栓，嚯，鞋垫。岳云鹏用了不眼干，鞋垫。郭德纲治好了风湿病，嚯，刀锋扔掉了近视镜。哎，不要吧，各位。这个鞋垫是我爷爷家祖传的养生鞋垫呐，祖传还有关系。我师爷养生的鞋垫呐。我师爷今年都70多岁，哎，那倒是。那么多需要鞋垫的朋友，那么多啊！我师爷他一个人，就是长了3只手，他也做不过来呀。对了，我是小偷感觉。但是直播间的宝宝们不要慌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直播间预备了300箱养生鞋垫，300箱，没有听错，实实在在的300箱，300箱哦，每人限购10副，是十副。十副一付款，一结账啊！所以我们的鞋垫的名字就叫十付款鞋垫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叫哪叫十付款？今天很荣幸，请到了我们十付款先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。还有我的事儿，我可不参与啊！我先丢人，您十付款先生有请亮相。他们也会这个，您来，有，咱们爷仨你都在，来，师傅关先生怀揣着希望，承载着梦想，明天会更好，福利不会少，掌声不要停，福利送不停。师傅关先生，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养生鞋垫。大家好，我叫施付款。好，这坐实了，我还承认了。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鞋垫原价
50，现在让利给大家，降到49.99元，1分钱，不要小瞧这一分钱啊，这一分钱承载的是孩子的担心，妻子的受怕，员工的汗水，祖宗的责骂呀！呵，一家子抠门。下面有请我师爷谈一谈这么多年制作鞋垫的心路历程。啊，您说说，您说说。我对不起我们家祖宗。行，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国家著名的非遗鞋垫美术大师石富宽先生。行，别说了。别这嚷了啊！来来来，你先看看这数字，这300箱一共卖出几双？一双都没卖，这肯定你卖不出去。瞎折腾嘛！你看看咱四个人这么一折腾啊，让大伙看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可不成，孩子，我可告诉你，这网络呀，它不是法外之地。哎，直播带货。也要遵纪守法，那真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直播带的这种货也得是大家买着放心、用着安心的好产品。对，知道吗？人家那带货干嘛呀？那是为了把深山里边的农副产品新鲜的送到老百姓餐桌上。对，人家叫助农，你这叫胡闹，知道吗？一点不假。什么呀，这孩子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哎，这直播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那倒是，也得有高水平、高素质。没错，所以我决定啊，我还是好好说相声，变得真快，退出直播间。太好了，但是我还有最后一句话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再见啦，宝宝们！大伙儿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大家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哎，这个特别的开心啊！把我的偶像，嘿，您是偶像，呵，赵维洲老师，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，能参加这个我也非常高兴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也是我们的荣幸啊！说实在话，我们三个人啊，这还是头一次组合在一起说这么一段相声，是不是？是。实话实讲啊，我觉得相声最重要的讲究的是传承，嗯。我们三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传承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怎么呢？你比如说吧，赵伟洲老师，他的父亲是相声名家赵新敏先生，哎，也是名家，是名家。为什么人家相声说得好啊？他爸爸说相声，有传承，子承父业。哎，那我，您怎么着？我父亲，郭德纲先生。德云班主他说相声，所以我也就说相声。您看看我相声说得好，因为我爸爸也是说相声。哦，传承。阎永祥，我怎么着？阎永祥相声说得多好啊！他爸爸也是说相声的。对，哎，对，好。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，对，他爸爸是听相声。哎呀，您老先生，您得说说他。什么什么？这么大演员在台上也有伦理哏？不是，怎么我能是伦理哏吗？是伦理哏吗？不是，我爸爸听相声什么意思？不是说现场各位啊，这个您的父亲是不是在家里正打开电视，正看着天津卫视这春晚，正欣赏相声呢？这不听相声的吗？哎，对，您说那是我爸爸是听相声呢，不是听相声的。哦，呵呵，行行行，你还挺萌，哎，听相声，好，正听相声呢，哎，所以说呀，咱们把欢笑带给大家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哎，是好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今天不光是我跟您头一次合作，也是我跟阎永祥啊，今年的头一回合作，我们俩好长时间不在一块表演了，对，为什么？哎，这您不知道吧？啊，真的啊，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件喜事得跟大伙说，哟，这我都不知道，什么喜事？我先告诉您啊。啊，你嘀咕什么？你就站着说，站着说，站着说。这个为什么离开了相声舞台呢？我自认为啊，在整个德云社，算中国相声界，嚯，全世界吧，全世界的相声演员当中，要论这个文学素养，我应该是第一名了。嘿，你知道吗？说相声对我来说屈才了。哦，我打算改行了。您改行？改行了，我是文学家呀。你是文学家？我现在是一个文学家了。哇，您这话太大了吧？怎么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全世界都第一名了，我第一名啊，是文学家，文学家，我，你还文学家，说相声屈才了，您信吗？您这么办啊？怎么？你不是说你是文学家吗？我文学家，那我要考考你，哟，您要考，您怎么考我呀？我怎么考你啊？这回啊，我就说个文字游戏，嚯，这叫四管四侠，
这听不懂，不明白，不明白啊！你得介绍一下规则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要说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屋里还有一个人，屋里还有一件物品，我说四样，说这四样，说这四样，你再说四样，必须要管着我。这叫四管，这叫四管。你再说四样，我说四个，得管上我们俩人，这叫四侠。我这难，这么你这难，对，你不说你文学家吗？是不是？那就看看你这文学水平怎么样啊？得嘞，得嘞，得嘞。那我开始先说了，太复杂了，您得做个样子，对，做样子啊。举个例子，我先说四样啊，四样啊，我说了啊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，大家先鼓鼓掌怎么样？哎呦，好好好。期待，期待，期待！哎，对对对，期待，期待！天上飞的，天上飞，掌声再热烈点！哎呦，我说天上飞的，这是鸳鸯。我拦您一句啊，啊，羊不能飞，对，知道吗？不，您说这羊怎么能满天？什么耳朵？什么耳朵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也羊不能飞？你们羊鸳鸯，这羊再冤也不能飞。你看看，它不能飞，怎么了？什么羊在冤？鸳鸯吧？你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？搞过对象吗？我没搞过，没搞过对象。你得讲讲，你得搞对象。我告诉你，鸳鸯鸟哦，是种鸟，一种非常美丽的鸟哦。鸳鸯吗？哦，对。哎呦嚯，美丽的，你一说看不出美丽来了，看不出美丽来啊。我说还有那个，你我好比鸳鸯，有这么一歌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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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对了，这对了，您接着唱。这天上谁接着唱？不是接着唱，没搞对象，别唱了啊。天上飞的是鸳鸯哦，好，这您说说完了，太好，这有学问，有这有这有这。地上跑的，地上跑的什么？还说地上跑的？怎么不说呀？说呀，地上跑的，这是绵羊。哎，这回不对了，怎么不对？绵羊不能飞，对不对？那绵羊，大尾巴绵羊，它在地上，这怎么能飞？我说飞了吗？您没说飞，地上跑的，地上跑的不鸳鸯吗？对呀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俩人糊涂了？哦，绵羊哦，绵羊，绵羊哦，绵哦，一只美丽的绵羊，你看看，这叫多好听，绵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来，不鼓鼓掌，鼓掌。这鼓什么掌啊？这这是要掌声来了，叫的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那么屋里这样东西是文章。哦，看的这文章，我写的文章，嘿，还是您写的文章？我写的文章。哦，好。这屋里这人，人，嗯，德纲，把我爸搁屋里了，就搁都郭德纲。哦，我爸在屋里看文章呢。哦，不是我写的文章。哦，他他要学我，他要看我的文章，看您写。鼓掌，大伙来。哦，太好了，就这个是吧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你说四样得管着我，管着四样没问题，你得管着我啊。看我这个，第一个天上飞的啊，天上飞的，我这是凤凰，凤凰，哎，这行，这管得上吗？这个，这还管不上啊？管得上，凤凰是百鸟之王啊。你说您那鸳鸯，什么鸟过来都管上。什么都不爱上，对呀、啊，等您等会儿，您别好了，你这不对劲儿啊，人家说完鸳鸯，你直接凤凰，你这顶到头了呀，你不文学家吗？对，我要不看我大爷在这儿，我早骂你了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快看，接着往下来啊，您这说的，接着往下来啊，我在这儿你也应该骂他，您就别提这主意了，爱看这热闹啊，为什么为什么不养凤凰？凤凰，地上跑的什么？豺狼。豺狼，对了，你管得了我这绵羊吗？狼吃羊，冷不防啊，食物链，你不怕我顶你？嗯，我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呗。狼吃羊，哎，很正常，那正常，这算说出来了。嗯，第三个，屋里的这个东西啊，东西，书香，我是文章，你是书香，专程您这文章。哦，嗯，你看看，那进来一个人是谁？这值钱了啊！值钱了，师娘，怎么样，各位？他也学会了。哎，师娘管德纲。我问清楚，确定是你师娘，不是我师娘，是吧？对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哦，不是啊。这回该你说了，该我说了，该你说了。得嘞，看看我这学问啊。嗯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呀。嗯，鸟枪。
玩意儿，满天飞鸟枪，满天飞鸟枪吗？啊，枪枪它肯定是飞不了，对不对？枪是飞不了啊。啊，枪我给扔了，那也不像话，扔是扔不出去，对吧？啊，不是，它不有那扳机吗？有扳机，你一搂那扳机，由打里头飞出来，那是飞子儿啊，子弹能飞不能飞啊？那能飞啊？对，这不天上飞的吗？那你管得了我们俩吗？当然能管了，一会儿我再告诉你。哦，咱先说后边的。哦，哎，地上跑的。老虎，这就是虎年，您这也不合辙呀。不合辙，老虎是兽中之王，他按兽中之王怎么说？王、哎、王你看不是屋里这个东西呢，东西是硫磺，哎，硫磺。这屋里这人呢？郭汾阳。这什么乱七八糟？哎，我能跟您说的您来你过来过来，那咱就说的爷们儿，都能管上我们俩这四眼啊。说天上飞着鸟枪，打死你的鸳鸯，捎带着你的凤凰；地上跑着老虎，吃了你的绵羊，啃了你的豺狼；桌上放着硫磺，烧了你的文章，呕了你的书香。那天我都不管，就你兄弟郭汾阳、他是我们家老二，我爸我妈最疼的，他又管我爹，他又管我娘。孩子，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年三十的歌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哎，哎，又来了！谢谢谢谢，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这么多礼物，感谢感谢啊！这么多鲜花，哎呀，鲜花往那一摆，我特别想让孙老师躺在中间。没有啊，不用，彻底凉了。感谢大伙儿，感谢啊！这个首先我们要说一声抱歉，您说，因为我们准备的是一身其他的大褂，可是那身大褂啊，太厚了。这个一会儿大家如果有要求的话，我们演完这段下去，我们再换那身大褂，少穿一会儿好吗？啊，希望大伙儿能够理解。本来三场节目应该是三身大褂，对啊，要不然我每人退您一毛钱吧，要不然，这大褂太便宜了，总觉得心里不合适。主要是这没想到这么热，你知道吗？真没想到。嗯，而且今天啊，台上这个灯脱了，那个加钱，好，不用加。播不了，今儿有优酷录像。优酷的网友们，大家好。加钱也不行啊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哎，宋老师，这个扣我能用，我能系上。哎，你来一下，我这么系。我干嘛非得这么系呢？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口吐莲花》，是一段传统的相声。对啊，熟悉我们都知道啊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我们是以说传统相声为主。哎，对，所以说《口吐莲花》这个节目。我也会，对，我不学，我不会。一请天地动，对，我不上这当。二位说的不错，冯兆阳，于谦老师的徒弟，对，还有这个杨鹤通，哎，我师弟，是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还是我们俩。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主持人也报了，叫做《年三十的歌》，年底的歌。嗯，年三十的歌，其实以前。最后一个节目一般都是学歌曲，对，主要以唱这个五环之歌为主。嗯啊，谢谢谢谢，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啊。五环之歌诈骗，五环之歌演唱了那么些年，自己心里明白，其实演唱了那么些年，心里也觉得有一点点腻，但是大伙儿喜欢，咱们一会儿接着唱。年三十的歌呢是。有一年春晚给春晚准备的这么一个节目，哎，对，啊，我一共上过那么五六回春晚，不值得一提，不值一提，都是自己提的，没关系，那是一个特别大的舞台，对，从小很向往的一个舞台，嗯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来自农村，对，来自农村，北京的一个郊区，啊，这个那个地方呢，北京郊区多了，哪儿啊？六环外哪儿啊？郑州那边。
从六环到郑州8个小时的。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村庄，从小啊，我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文艺细胞，喜欢唱，因为什么呀？小时候文艺细胞了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太棒了！因为我嗓子好，知道吧？我打小我就嗓子就好。你谁好？嗓子好啊！这是什么细胞啊？我特别喜欢我这嗓子，知道吗？你我就保护他。哎呦哎呀，不能让他受欺负。哦呦，真的保护。你等会儿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哥哥？哎。你看我的大哥哥怎么了？这是我没有，你的大哥哥呢？您先等会儿吧。什么叫嗓子？那不是嗓子吗？您什么耳音？我是嗓子，嗓。你的那是这么说的吗？嗓子。哦，嗓子。对，嫂子啊。嗯。嗯。但是近些年啊，就是抽烟啊、喝酒啊，就把这个嫂子给糟践了，没有关系、啊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五毒俱全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抽烟喝酒还糟践嫂子呢？啊，嗓子直说嗓子吗？您说对了，行不行？嗓子，哎，打小我就喜欢这些个歌歌曲曲。什么？喜欢这些个歌歌曲曲？这是怎么个词组？这是小曲小调，歌歌曲曲啊？啊，影视歌曲，歌曲就完了呗，歌歌曲曲。嗯，我小时候我就喜欢那种。你还小时候？嗯，喜欢那种歌。哪种歌？就是很流行的歌，我小时候。你小时候能多流行啊？嘿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你装什么嫩呢你？这是我小时候的歌。这没不是你小时候的啊，甭说这个。您说您小时候那歌，您是这时代的人吗您？我小时候歌什么？你也说聊斋。哎呀呵。我也说聊斋，真老。喜怒哀乐一起，那个都到那心头来。鬼也不是那鬼。哎，这是你们老家的歌，口音都像是。那拐也不是那拐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。牛鬼蛇神他倒闭，正人君子更可爱。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。几分庄严，几分收获，几分玩笑，几分那个感慨。我估摸呀，全场70%人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儿歌啊，老那是儿歌呀，这不《聊斋》的主题曲吗？儿歌，您那儿歌就牛鬼蛇神了，牛鬼蛇神，哎呀，儿歌，好好，哎，我小时候什么都喜欢，尤其是这个歌歌曲曲，你知道吗？就歌曲就完了，粤语歌我张嘴就来，还会粤语歌？当然了。那当然，对呀，你张嘴就来，给大伙唱一个啊！你唱粤语歌。粤语歌，刘大哥讲啊话，这是粤语歌。怎么还粤语歌是这味儿吗？粤语什么味儿？粤语就是沿海那边粤语，香港那边的味儿吗？啊，香港那边的味儿。哎，徐小凤。啊，对。顺流逆流。哎，对，这是粤语。好听吗？好听啊！张嘴就来。您能唱？那是。哟呵，行，可以。裤衩着火怎么着？当然了，您这状态像着过了，张嘴就来，顺流逆流啊！您来，粤语的味儿，还粤语的味儿，不知道在那天边可这是粤语的味儿吗？这不普通话吗？这个啊，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？可以啊。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。可以。怎么？行，你说这下过苦功。每一阵汗水，伴每一个梦想，八字半个前流走。哎呀，可以。呀，一鼓掌弄得我特别想唱，特别想唱。你也说聊斋，干嘛一鼓掌就抢你滚来着？怎么的？儿歌嘛，那是我最深的记忆。那是儿歌吗？那个儿歌嘛，真行。
就喜欢唱。嗯，没办法，戏曲刚才刘大哥讲话那是豫剧啊。哎，对，评剧张嘴就来，评剧也会啊，评剧会啊，可以啊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咱说的不是。不必费心地。评剧团这是。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。您那不是说这豫剧跟评剧，那不是戏评戏呀？啊，评戏呀、啊，评戏呀、啊。那我哪会啊？那不，我多余搭理你，我都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不会，不会就别说呀。那艺术太高尚。呦呦呦呦，也知道自己很低下是吧？那就是我。哎，行。小时候啊，特别喜欢看春晚。哦，那时候也都爱看春晚。我们家里条件一般。哦，家里环境不好。嗯，我小时候没有电视，穷，逢年过节呢都去那个邻居家去看电视。哦，人家有钱啊，家里有一个21寸的一个彩电。嚯、哦，那会儿流行啊，21寸彩电，什么康佳，就那种品牌。牡丹还有。对，然后三十晚上我就去人家家里蹭电视，蹭电视看。哦，嗯，人家在旁边什么打牌呀、啊、喝酒啊，不耽误我看电视。是是是。啊，一会儿邻居大姐姐过来，送我一把瓜子儿。嗯啊，那嗑会儿瓜子儿，就在那嗑瓜子儿，边嗑边看，就聚精会神。是是是，嗑完了瓜子儿呢，嗑我自己的瓜子儿。你带了？你带着瓜子儿，你嗑人家的？人家给我，我不能不要吧？是您脸都不要了？这占小便宜吗？这不是？小时候就那样啊，是是是，大了也这样。嗯，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歌曲。是啊，嗯，首先我记得。印象很深的一首歌叫做《牧羊曲》，大伙儿听过吧？《牧羊曲》，郑绪岚小姐姐，啊，少林寺里边那个。哎呦喂，长得又好看，穿一个粉色的毛衣，朋友们有印象没有？啊，好漂亮！这是哪年了？这都？这是83年第一届那个春晚。83年第一。对，你是哪年生的呀？我85年。你怎么看？这我后来看的，我回放也在人家看的。没有瓜子儿我都不看。嗯，那有没有电视有瓜子儿就行。哼，真行这位。郑绪岚。哦，牧羊曲。您给唱唱。日出嵩山。你有点倒字儿了。日出嵩山。不是什么凶山。我河南人，我们那儿管嵩山不叫嵩山，那叫熊山。不，那您唱歌也不能带口音呢。你来自哪儿啊？我来自河南熊山少林寺。熊山熊熊不好发音呐，你看他熊山，他都发不了这音。是是不？熊熊熊熊山少林寺。熊山寺，我你学这干嘛？我跟你。日出嵩山。郑绪岚也是河南人，合着。晨钟惊飞鸟，林间小溪水。有点滑铁卢那意思了。野花香，给自己一大嘴巴，多余你都。钩儿跳，鸭儿，鸭儿，还是几个老嫂子捧你。我说上来就指人家老嫂子呢。
老嫂子多棒啊！是是是，啥都会，郑绪岚对不对？好听着呢。最少七五以后的都是。嗯，老嫂子，咱俩一人一句啊。日出嵩山。行了，别难为人家了。嗯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。没老嫂子还尴尬呢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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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红，那是是是是是，化妆了，嗯，这是郑绪岚这个《牧羊曲》，是是，我印象还有很深的一首歌曲，叫我提起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大伙儿熟不熟悉啊？您说，包娜娜，知道吗？换一个吧，嗯，换一个吧，不知道，大伙儿不知道，老嫂子，你看，老嫂子点头了啊。什么歌你知道吗？老嫂子又摇头了，又摇头了，我一说老嫂子就知道。您给所有人说，不是给一个人表演。找着知音了您。365里路，你看老嫂子，哦，就跟你们真知道似的。我那万丈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只是时光渐去，依然执着。为了理想，我宁愿忍受寂寞。还不如牧羊曲呢。这嫂子会引进，嫂子起高了啊。起高，嫂子，嫂子们唱路雅是什么意思？365里路呀，都不会是吧？好嘞，那我就唱。您唱点我们年轻人知道的。好，大伙儿都知道的。嗯。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，喜怒哀乐一起。你小时候生长环境还挺复杂，我觉得，谁家儿歌放聊斋呀？那就是我的儿歌啊！哎呦，行行行，还有一首歌特别的好听，您说说，是耳熟能详，大伙儿都会的。您得说大家会的。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女神，我一唱，大伙儿就会唱第二句。是吗？绝对的。你小时候的女神？嗯。您来来。妈妈怀里的歌。您小时候的女神，现在也得老嫂子了吧？不是，好家伙，你疯了吗？你疯了吗？谁疯了？你的任务是逗人家，你逗我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让大家你唱一个，大家能跟着唱的去，唱一个一个不会合着。我一笑就岔气，一笑就岔气，你不知道吗？来好的，大家能会的。妈妈怀里的歌，多么温暖，多么好听。这是蒋小涵的一首歌曲，93年春晚。哦，蒋小涵穿了一身黄色的连衣裙，很多小孩拿着蜡烛送到观众席，哎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没有。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哎呀，用身段掩饰尴尬。还有一首，还有一首，您想清楚了，这个快四首不会了。有大山的子孙。都有点幻觉了。哎，好晕。嗯，这里的水路就连环，这里的
大哥跑调就算了啊，好不容易会唱就别挑刺儿、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挑刺儿。哎，这首歌叫做《有哲理的人》啊。没有，像话吗？有哲理吗？不是，不是这歌，大山的孙子不是大山的子孙。你气的我呀！我跟你说，你给我滚吧！你大山的孙子，这什么歌这是？是大山的子孙也不对，这歌叫《山路十八弯》，你有病！哦、哎呦，太可乐了！哎呀，还有一首啊！哎呀，想起来了，不会，我还没唱呢。哎呦，我有点差劲儿。我有点腰酸了。你不是大山的孙子，你是真孙子，你是。咱别骂街行吗？众人划桨。哎，对了，众人划桨。傅笛声是吧？傅笛声也是93年春晚。是。一家十十家百，百家千千万，你家我家你，大家心相连。同舟嘛共济，好子嘛遗憾，百客嘛争流，波涛在后岸。嘿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渐入佳境啊！是是是是是，渐入佳境。是，不用让我那么尴尬。哎呀，哎，是聊这看多了你。不要提我的儿歌。对。一提我就想唱，还有一首，什么呀？确定吗？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啊！得快点结束吧，太受罪了。孙子，这是个孙子。哎，别骂街，别骂街。孙悦来一个啊，来。我哪会，我就刚学了一个，你也说了这。哎呀，闹鬼子专场这是。一会儿你在转的时候给你配这音乐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杨毅赢了。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真好，大伙儿答应我一个要求，咱们都不唱。老嫂子，写一个杨浩啊。哎呀，今天嫂子让我快乐。眼睁睁就是真孙子。啊，哎，我又想起了一首。嗯，真不容易。让我。说成都吗？都会。我打刚才唱的一直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，成都没有上过春晚。哦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什么？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是吧？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你唱的这是啥呀？这是500的那个《挪威森林》呐？啊，他就唱仨字儿那种，就是。不是，你就让我们。让我轻轻的告。不是还杨钰莹吗？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哎呀，这歌比我岁数都大，怎么还回音呢？怎么这两边不一样？怎么？这上过学就会这个，真棒，真棒！老嫂子带动这一片区域都很棒。
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。真是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哎呀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。是。孙老师怎么样？这样吧。怎么样？您给我起个头，说一个字儿，我能接着往下唱春晚上唱过的歌。哦，我说个字儿，你能唱歌？对，还得是春晚的。对。那就这么大本事，这玩意儿。哎，就这么大能弄。能弄你给他挤着，要不然呢？能耐那叫啊，一个字儿吧。哎，啊。你们自己嗨呀、啊，自己买票自己嗨呀、啊。真是的，嫂子起个头来。五环不算啊，当然。啊，故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。不论我在哪里放哨站岗，我愿驻守。你听大姐，边疆，我还以为豫剧呢。行行行，就算你唱上来了。嗯，那还是啊啊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这还正好，那还是啊啊妈。还挺年轻，还声音还挺脆。嗯，听这个声不像是老嫂子的。那像小姨子像。太阳出来，月亮回家了吗？星星出来，月亮去哪里呀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。太阳星星月亮就像太阳星星月亮就是鸡。这真好，真好。行，还是啊啊吧，告辞。对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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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认完亲就走啊？怎么您不能老是这一个歌来回倒腾啊？换个词儿，换个词儿，说个词儿吧。嗯，说个词儿。哎，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。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，而是最高山坡。正好，最后可逮着一会的啊，可逮着一会的。别个嫌你们能根儿了，真行。还是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啊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。中国，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。好感动，终于有一个大家都会的了。就一下把感动那个弦儿噔一下就给蹬出来了。什么？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啊！接下来您再来，大家都会，好好给大伙儿唱一个大家都会的啊！啊，什么呀？耳熟能详，春晚上最火的一首歌曲。哦，难忘今宵。嗯。最亲的人唱给大家，好吗？哦。岳老师的主打歌。音乐老师。嗯。走。走。回来，别真走，回来。
别停啊，别接着唱，接着唱。不行不行，怎么呢？没有版权，那就别唱了，你。怎么又追我们了？嗯，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很多朋友们对这个花钱买花，我说实话，真不用，不用，真不用。嗯，这个，说实话，这个票价呀、已经很贵了。是，不不不，我们真不希望朋友们再多花一分钱。听相声来，大伙儿来看我们，我们真的已经非常非常感动了。对，别瞎花钱了啊！真不能再瞎花钱。最关键是退一半儿，你出去。再关键是懂什么叫客气吗？关键这些花也带不走啊。是。还猴占地儿呢，对，你直接换成钱往台上扔。哎呀，嗯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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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想到三楼还有人呢哈。啊，楼上还有人、三楼还有人呢。哟喂，谢谢谢谢，你也说了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三楼真吓我一跳，今天。我说实话，今天这台上这个灯格外的刺眼。这俩灯，我们打的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我现在我眼睛里我只能看到老嫂子。对，就其他人，你的眼里只有他。这个其他，尤其上面的朋友，我真看不见。嚯！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非常非常感谢。此时此刻，我特别特别开心。是第一次上海，第二次郑州，这次济南，济南，嗯，嗯，真是哥，好啦好啦，这每次回头看一眼，这都是我的表演。我能记不住这是郑州，我能记不住吗？少说话，言多语失啊！啊，后天还是郑州。对了，大伙儿有什么想问的？什么时候去太原开专场？你是从太原过来的是吗？哎呦，山西过来的，还南京过来的。嚯！下半年我们的演出已经排出来了，排了几场？对。今年安排我们的演出没有那么多，因为我们德云社演员现在都很火，他们都能够开专场，然后我们呢就没有安排那么多，互相的谦让。对，让兄弟们也去赚钱，也去服务，也去服务一下这个朋友们啊。嗯嗯嗯，就爱看我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也没有那么强，就是还年轻，还年轻。我今年不到40，他不到70，我们两个加起来。我该死，这就应该我现在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、真行。我们岁数也不大，舞台我们俩加起来70多了得。对，舞台经验也没有那么的多，没有那么的丰富。是是是 是, 是，对吧？就人缘好点。后面我们继续努力，更好的节目回馈给大伙儿。是，还得来。对，刚才这个年三十的歌，我没有想到今天演的这么开心，这么开心，特别好，谢谢嫂子。谢谢。我一会儿给嫂子转点钱吧，要不然。感谢啊，那个刚才最新的人没唱完，好好给大伙儿唱。啊，快唱完了，好吧？好。来来，易翔老师，音乐老师，来吧。
最后有一箩。谢谢，感谢大伙儿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今天现场有多少观众，可能大几千啊。让我感受到了就是演唱会的那种感觉，我此时此刻我特别特别开心，特别感动，尤其是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，他们很有，真讨厌这人，为什么他们很有劲儿，很有劲儿，没钱还有劲儿，你说你不论多少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是是是，真是特别的开心。接下来还想听什么，只要我会唱咱们就今天就看宋情郎。宋情郎就是，宋情郎就是下班了就是。哎，还有人点《惜别的海岸》这首歌，我也会。谁点了？嗯，哦，也是你安排的。没有没有。哦，《惜别的海岸》。惜别的海岸，这是一首老歌，我也会。我以为这歌很火，我以为很火。宋情郎一唱就彻底结束啊，下班了。几点了，朋友们？不是，我们演出时间有规定，我必须得知道几点。对，要不还罚款了。45，多少？45。接下来宋情郎唱给大家。下班了，真爱演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已经45了。45了，主办方催了，说今天必须得。女儿情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这全会。正好，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个吧，竹板书。 好吗？好。水漫金山今年元宵晚会，我给大伙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春晚上演的可能一般，但是没关系没关系啊。你看他自己倒是没关系。那能怎么办？元宵晚会给大伙唱竹板书，我看很多朋友都说，哎，这个好听，还挺喜欢这个哈。那就水漫金山。对，之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假唱了。这个需要
也不能算假唱。假唱之前我说了，对，很多朋友就他直接放上去就是假唱的那个视频。假唱之前我说了，是，不太熟。对，今天呢也是假唱。哎嗨，来铺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能唱几句唱几句好吗？好，水漫金山，来，哎，放原声原唱的。西湖美景甚可观，清澈的秀水衬高山，金线柳栽在这个湖沿岸，金山竹影几千年，许汉闻到金山他去观美景，遇见了青伯二蛇两位大仙，郭娘子见许仙有了情感，搭船借伞是配了姻缘，这一天夫妻饮美酒，饮雄黄是起了祸端，现原形吓坏我的二夫主，好可叹许仙是一命捐，多娘子一见二夫丧了命，急忙忙长寿高山到取仙那丹，大舅二夫他是得了命，许汉文还愿是上了金那山，许汉文到金山他是去还愿，一去多日是没有回呀还，郭娘子念夫妻到了金山寺，正赶上法海是打坐盘那禅，郭娘子走上前忙打几手，好心的禅了师父尊了几番，我与你无仇这个儿无有恨，你不该拆散了美满的姻那缘，三生放出我的二夫主，一笔勾销是无话言，三生不放我的二夫主，博舍我平了这座四金那山。法海闻听他是冲冲怒，胆大的妖蛇你口出狂言，此乃是佛门这个清净地，天雷之下你性命难全。可以了，谢谢。可以了可以了，还是很不错的，谢谢。刚才最后这个板呢我有点找不准，因为我最大的毛病就是进不去板。你的短板。我以为这次没问题了，但是没想到还是有点抱歉。还是没事，慢慢来慢慢来，还是有点抱歉，还不是那么成熟。接下来孙老师给大伙唱一首歌。哎呀，这是逼着我唱，其实我唱我小时候的儿歌。行了，你还坐那儿呢，来吧，那个叫找朋友那歌，不是你们听没听过，我就唱一小段的，来吧，一翔老师。好朋友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时光慢些走，分别多年以后，是不是总要借口太忙，慢慢的习惯成为理由，总会想起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，此刻我多想给
你们一声问候。蓦然回首，是在经历了多少风雨后，曾经天真的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分。我独自的走过人生十字路口，当我拉着妻子和孩子们的手，我才发现你们已经离开我生活太久。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我们想找回那些好朋友，敬个礼握握手，从前的日子涌上心头。听歌里一起喝杯酒，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。赶鸭子上架，很好听，很好听，再来一个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再来一个可就是聊斋了。聊斋也行。哎，聊斋就没听错。今儿晚上怎么这么乱的听呢？哎呀，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好吗？代表着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是的啊。不好不好，因为时间在催着我们啊。你看什么呢？一起加钱。啊，热烈的主题歌不是我唱，我不会啊。什么？好，一回生二回熟啊，别着急别着急啊。因为准备了。啊，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，啊，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你比五环多两环。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，一起嗨起来啊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没有上回那个郑州的时候那么响亮，咱们要盖过郑州那回，好吧？然后气氛搞起来，把那个灯光，把那个手机那个把这俩面光灯啊关了，对，场灯暗一点，怎么样？面光灯关一下，面光灯关一下，真的刺眼刺我，哎，正好。哦，后边还那么些人呢啊！来，咱们哇，楼上人够多的。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啊，嗨起来！啊，五环比四环多一环，啊，五环比六环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。你比五环。好嘞，今天咱们这样，楼上的朋友咱们先歇一会儿啊，听听这些有钱人人家怎么唱啊。来，嗨起来朋友们，有钱人真损，有钱人啊。
好，楼下的朋友，咱不唱了啊，听听、听听楼上两边啊，开起来，盖过他们，总有一天你们会。啊！你听听楼下的朋友。啊，五环。太想有钱了，终于有一天你会。哎呀。真好，真厉害。真有劲儿、啊、真有劲儿，真有劲儿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五环之歌唱了，咱们我们让其他朋友再上来跟大家见见面，好吧？其他演员再上来，来，爸爸，朋友们上来了。对，没事，不喜欢再给你们换一批，没事啊。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，介绍一下，杨鹤通，杨主任，冯兆阳，冯老师，对，关九海，关华奎，张小白，白，哎，张小白老师啊，支持体育事业啊，对，他媳妇儿个儿特别高啊，对，朱鹤松，朱老师，朱鹤。猪猪可以啊，捧哏巨匠，我的最爱啊！对，这位靳和兰，靳老师，正好。几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才艺？有什么才艺展示一下？展示。来吧，朱老师。朱老师，来，这边。啊。哎呀，来到济南演出，不用确实这个。心情非常紧张，因为在后台准备了半天，然后各位师哥告诉我呀，这个时间不会轮到咱返场了，没有特别的准备，送去一份祝福啊，唱几句歌曲，歌曲时间不长，在岳老师、孙老师面前唱歌，众位师哥面前唱歌有点班门弄斧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唱两句，毕竟是回家演出嘛，欢迎啊，不用说那么多，不用了。有这功夫都唱完了，哎，因为这个歌曲不能唱太多，来几句，话就不少，哎，唱一个那个大不了，在那个那个某手上特别火的一个歌曲，啊，快手啊，快手上特别火的一个歌曲，您唱吧，唱吧，大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，第一句我没跑调、啊，原谅你了，大不了就让我一个人难过，大不了就没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。那个谁来吧，牛海，来吧，关牛海，来吧，也就你接得住他了。嗯，那得了，那我也唱一个吧。今儿这个唱大不了，当着岳哥跟孙老师的面，别捎带我们俩没用。唱一个那个我们老家的歌曲吧，内蒙的那个腾格尔老师，能唱两句哈？天堂经典的歌曲哈。对，鼓掌，该鼓掌鼓掌啊！哎，得嘞，谢谢啊。得嘞，给您唱两句啊！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呜啊耶！神经病，对，踩着肾。老进不来一个吗？老方，找人来个，找人来个。你再嚷嚷，我就抽你啊！这有岳哥的这个专场，前半场是相声，后半场是 KTV。是。对，我也唱个。要不人家骂咱们呢。唱个女人花吧。啊！
哎呦，终于有个温柔的歌了。女人花摇曳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摆动。若是你问过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为谁红。歌改戏啊，挺好。京剧版是是人花。老靳，你有没有什么要唱的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给大伙儿唱一个京剧啊，叫小帆啊。哎呦呵，一个比一个嗓子高，你看也是愣来愣来哈。一见公主到林间，不由得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阿门就叫帆。没了吧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胖子，这大家平均都得来，唱一老歌啊。山上的野花为谁开，又为谁败？静静的等待，等否会有人采摘？我就像那花儿一样，在等它到来。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卖包子老头来了呢，来吧来吧，谁也别跑啊。就是简单的唱两句京剧吧。又来了，不会叫小贩啊，会。微臣看一泪望啊望醉神，鬼差也喜听断肠望大人，待吾的恩德光粉身碎骨也难保不长，但不知他身犯何罪，他乡望怎不叫啊人这心惨伤啊。谢谢宋行郎唱给大家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。张火车票啊，这一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。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，又想起身子虚，吃不得那凉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，
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主持人回家了。好的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接下来请大家有序离场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一回生二回熟是吧，来来，放一回生二回熟。天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咱们来年再见。慢着啊，济南，我爱济南。有序退场啊。